恭喜秦姓保全。他们要吃的美食是什么呢？这也是由这边楼上咖啡厅所提供的蜂蜜 Q 松饼，然后还有紫薰蔓越莓的气泡饼。哎呀，如果按照刚才那个意大利面的水准，还有西西里咖啡的水准，估计他们的松饼跟这饮料应该也很厉害。因为刚好我没有吃到一点。那你等下出来，你现在吃，那你就可以吃这个啊。那我没有办法。但他刚刚一直在murmur说，整天都没吃东西，一开始是吃甜的，他说肠胃啊，肠胃都会吃到你，我们再帮你们吃。我们是甜点。对啊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还是你们不想吃也没有，不想吃翻桌了。对了，我们今天没讲是要试啊。如果胃会不舒服，那我们就不要勉强。怕你们胃酸这样子，真不好。难得有东西可以吃，然后说哦，我一开始吃甜的可能不太行。没有，没有。你真的有糯米的。那你就把它给他就好了。这里面有麻吉的。哦，所以他说是里面是 Q 松饼。对对对对。所以松饼里面是麻吉的。嗯，松饼里面有麻吉的，口感。外面这冰淇淋要赶快吃，一开始。冰淇淋一定是加在松饼上啊，然后一口就是松饼又冰淇淋啊。冰淇淋什么口味的？香草。香草啊，香草。欸、突然之间，安心雅变少女了。吃到冰淇淋，吃到冰淇淋变少女，就是她的面相其实是很多的。我们在回顾刚刚踩完，然后按铃大喊五十的时候，有人听得懂吗？然后再比照她刚刚啊，不是好好吃哦，这样子，面相很多。真的好好，等一下热热的，然后看到冰淇淋那个，对，哦，这个真的很棒。对啊。刚吃完咸的，现在要看他们吃甜的，就觉得好想。对，就很想要来一个饭后甜点。好想要来一个饭后甜点，好好吃哦。好了，我想接下来是紧张的时刻。对，因为各队将会有一个保全要被公布。所以你们，我们现在这个公布完，我们大家其实是同一个起跑点。对，不是吧？我们赢是你们公布吧？对啊，是你们这样，刚是公布你们嘛，接下来公布我们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你们，我们有一个保全要曝光了，饥饿保全公司。一般保全是一般保全，孙协志。哦，是哦。怎么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嘲笑的保全？难道一般保全不是领薪水、努力过生活的吗？一般保全就要被笑吗？你这个夫人怎么可以这样子的？还是哦，这样。好，那就两个姓孙的都是在这家公司里面的一般保全。可是其实你们应该还是不好猜啦，所以我觉得跟我刚刚的推断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可能。哦，我觉得他的逻辑跟我一样。嗯，我已经猜到他们。哦，是吗？谁？干嘛跟你讲？没有啊，你没有猜测啊，也不能换啊。你们就是猜测，我们也换不了、啊。女生。哦，女生是 boss。你觉得女生是 boss？ 还是表情怪怪的。对，你刚眼睛突然放大，你脸那么红了、欸。对啊，他本来就红。他瞳孔放大是无时无刻。但我觉得花花公公有点难猜，因为他外表女生，但他身份证是男的。欸、你这样把脖子抬起来给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喉结？哪个女生有喉结的？对啊。他算是少数做得很成功的台湾演艺史今天的秘密。对，我们一直在节目讲，但是都没有人相信我们啊。对啊，我们跟你们讲，说你们都不信。为什么？早期有很多前辈。我定期要回去保养。难怪那时候跟你拍戏的时候，他们两个都在摸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啊，奇怪。你看深圳过来的，你会有。对啊，他的喉结比我的还明显。他是真的很成功哎！我那个医生很厉害，对啊，是不是很成功？你的好活活一直跑哎，我可以介绍给你们，如果就是介绍你的喉结吗？不是介绍我的医生，开玩笑。你们是保全公司，不是医疗公司啊！我们其实要转做医美的，好了，所以恭喜橘队也获胜了，来，加油！